大家好 ，ST 龙今次就介绍份深圳嗰度晏少少着数啲，系啦，咁啊今年呢个版本啦，系二月去到五月，哇，已经过咗好耐咧，喺我生日嗰时已经完咗啦，咁就系啦，都系呢个格式啦，咁啊成班友系啦，都系呢班人嚟嘅啫，都懒得再影佢身相咧，咁啊直接劈翻佢哋上嚟，咁啊再将个背景变咗做一个咁浅色嘅。馬賽克咁嘅設計，紙皮石咁，咁啊呢只色就多數係令我諗起何文田咯，係著啲咩灣仔咯，或者係灣仔怪怪地先啦。咁啊，武東鐵站係咁樣買，係咁樣嘅紙皮石嘅，你不算啲地鐵嘢，咁梗係整塊紙皮石啦。咁就5月15日就9点之后就喺指定港铁出发咧，就前往落马洲就可以，哇半价优惠啊！咁啊要入册前去客户中心度搞咗先至可以有呢个优惠。咁啊又系呢一句啦，咁啊即系指定车站，全部都系好远嗰啲。哦咁牛头角咯，系咯牛头角绿色，系嘛冇其他站系绿色啦。啊香港大学，但系都好似全部都冇嗰啲纸皮石。佐敦太深色，我深水埗都系太深色，系都冇啦，咁当牛头角咯。咁啊，又已经系细质同埋条款嗰啲嘢啦。系啦，记住英文啦，超简单，完全唔使任何公仔啊，除咗封面之外，咁咪即系英文，英文版嘅封面。Yeah!咁好，今次份嘢介绍嚟到呢度啦，超级简单。咁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